我们现代人看人美不美呢，上来就看脸，是吧？有个词儿叫颜值啊。但古代不是这样，古代呢，看脚识女人吧，要看脚啊。女人的脚是不让看的啊，除了那个每年一度的赛脚会你能看，平时都不让你看啊。过去说笑不露齿，行不露足，就这意思。每个人脚长得是不一样的啊。 那么脚型大致分几种呢？国际通行的啊，它就分成三种。这三种很怪异，一个叫埃及脚，一个叫罗马脚，一个叫希腊脚。这埃及脚呢，就是说您这5个脚趾头用大脚趾头算啊，一个比一个矮啊，一个比一个短，一溜地点斜茬的就下来了。那么如果你从大脚趾头 往后数啊，1、2、3啊，1、2、3这3个脚趾头基本上一边平呢，这就是罗马脚啊。罗马脚呢，据说中国人罗马脚比较多。这个罗马脚就是，你比如我们的这个乐山大佛呀、灵山大佛那佛足，基本上都属于这罗马脚。这脚还有一个好处啊，它比较适合跳芭蕾。其他那个您想想，埃及脚1个大脚趾头在前头，您那跳芭蕾等于转动啊，在地上转动。 希腊脚啊，是这个，你到纽约去啊，看自由女神啊，古希腊各种雕塑都是希腊脚。我去这个希腊，参观博物馆时特别注重这个脚型。我看到这时候，我老琢磨啊，他为什么没中国脚啊？中国这么多人，他居然没有中国脚。咱们中国不是没脚哈，是因为中国古代的雕塑啊，全都穿着鞋的，那脚就给忽视了。 中国人的文化，我们神秘的东方文化，这脚是不轻易不能让你看的，不像那个西方人，这脚都抡圆了让你看。所以你看埃及脚啊，这个希腊脚、罗马脚，都是从各地的雕塑中就能看到，而中国脚你看不到。兵马俑啊，浑身都是铠甲，那脚肯定不能让你看。那我们就说这种各种脚型它有什么好处呢？这个从科学的角度去看呢？ 这个埃及脚最适合这个体育运动，所以你看看啊，比如刘翔啊，刘翔就是埃及脚，大脚趾头都是长啊，所以跑起那跨栏来跑得比人快啊。那么我们知道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运动员，就是我们这一代人都能看到的啊，这人叫什么？叫这个博尔特。那很多人都说这博尔特能跑吧？他身体有什么奥秘呢？这专家就去研究他。 发现他其实不是特适合跑步啊，他第一呢有点平足啊，跑起来非常痛苦，因为这个有足弓啊，它就有弹性，有弹性呢，那相对来说呢，它不容易累。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啊，拉练就走路，走路呢，这个平足的人呢就特别辛苦，特别累啊，有这个足弓的人呢，相对来说呢就比较舒适。 就走起来就没那么累啊！你看我就不平足，所以我就比别人轻松。那么你看这个博尔特啊，你看看他那双脚哈、啊，一看那脚，哎，我写过一篇博客，我说他那个成功真不是白来的，他那脚看着就像干重体力活，像70岁以上老人的脚，严重的变形，他的足弓都塌陷了啊！ 就是因为他训练的强度非常大，这种训练都不是我们能够承受的。 我们都会觉得啊，这个哎呀，这个人天赋很好啊，跑起来那么快，跟飞一样的。他跑得再快，如果他没有这种严格的体育训练，他一定不能成功。那么我们说了半天，就是说你不是要说这脚美吗？我们今天要说的是美啊，手脚之美啊。那脚什么样的脚最美呢？什么样的脚最美啊？古人是这么要求的啊。 他要求女的啊，咱们先说女的，一会儿再说男的。首先，这脚要小，脚太大不行。我见过那大脚的女的啊，说我在这个香港啊，大夏天的，这女的啊，个儿和脚比起来，那脚是超级的大，她光着脚，那脚跟一大鱼盘子似的，给我吓的。我就看那脚，就觉得这女的是女的嘛，怎么这么大一脚啊，不美。 所以古人说，这脚丫子啊，女的脚丫子一定要小，脚踝要细啊，脚踝不能肿了，你崴一下肿了，那肯定不好看嘛。过去啊，有一个作家，你们现在年轻的都不知道，岁数大的一定知道，这作家叫汪曾祺，短篇小说之王。他写过一篇小说，在当年非常轰动啊，很短的一个短篇小说叫《受戒》，其中他有一段经典的描写，就是描写这个女孩子的脚。他就说这女孩啊，挎着一篮子呢鼻涕啊，就回去了，在柔软，你知道鼻涕是水生的啊。 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下了一排脚印儿，那么明海就是受戒那小和尚，看着他的脚印儿傻了，啊，说五个小小的指头，脚掌平平的，脚跟细细的，脚弓的地方缺了一块。你看他说的很清楚，他不是平脚板，他是正常的脚。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感觉，他自个儿就觉得心里痒痒的，这一串美丽的小脚印儿。 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。这段描写啊，当年我的记忆非常清楚，非常清楚，准确。把一个小和尚看一个小女孩的脚丫子，把心里搞乱的这个过程啊，极为准确的文学描述。这是一种大家的表达。汪曾祺小说中这个表达，他为什么要去描述呢？汪曾祺先生啊。 是这个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中呢，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是非常有名的啊。我有机会大家可以去把这个小说找出来看看，这是他的代表作。那么你不要上去啊，你这好危险！你上，你看他上去了。你知道我老说这猫不会坏东西啊，不会破坏东西。猫的动作非常轻，你看它上去了以后吧，这啥事没有。你看它不会碰那盒子，那盒子里有价值连城的文物。 一会儿看，别着急啊。这个脚呢，刚才说要小，脚踝要细，还要什么呢？还要白。这白是中国人一个特别的一个要求啊。就中国人一直说一白遮三丑啊，说你太黑不行，因为我们是黄种人，黄种人的那种腐白啊，我觉得特可人疼，不是因为我们自个儿是黄种人啊，就是我觉得白种人那白吧。 如果稍微欠点血色就不好看。黄种人这白啊，有一种温暖，因为黄颜色本身就是暖色调嘛。所以古人说这脚还要白呢，还要软滑。软滑啊，软能理解啊，但是它也不能跟面似的来回掰也不行，就是它比较柔软，它的骨骼之间呢，啊，你看手吧，你看多少它应该有一点弹性。滑呢是指皮肤。 这脚要长不好啊，有人脚天生容易长那个脚垫啊。你看修脚师傅，我见过那个在那个这个足底那儿修脚的啊，我看着都吓人。铺一毛巾啊，师傅铺一毛巾，拿一飞快的刀，好像那女的还不是男的，那女的脚就哒哒哒，拿刀子跟那个下雪似的，一会儿那一堆。我当时说，哎呦，他那个脚上怎么能修出那么多东西？我说我也来修修吧。那师傅看着我脚啊，说你这脚没得修。 啊，没地儿修啊，没地儿修那就算了，那就甭挣这份钱了呗。过去啊，这个金庸啊，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呢，就写过，也写过脚。你看这大师们都跟这脚老过不去，来写啊。他写什么呢？写这个阿紫的双足。其实他写这双足啊，跟这个跟汪曾祺先生写那受戒一样。 汪先生写那受戒呢，他主要是写这个脚印儿，对吧？五个脚趾头啊，有足弓缺一块啊，他把这个脚印儿写得很神奇，因为他在那软软的田埂上走，留下了一串脚印儿。但是这个金庸写什么？说他光着双脚踩在地毯之上，直接就写这脚了。游坦之一见他这双脚呢，就说：“哎呦，就心里就麻酥酥的啊，就觉得就猛烈的就跳动，就觉得。” 哎呦，我这有点受不了。说他脚背上这肉，你看没有？他说透明一般，就是非常的，就是他写这质感，说隐隐的，还有几条青筋。他为什么要描写这青筋呢？你知道这人呢、啊？你看我这也有，我怎么一说人脚我老比划？你看我这也有一青筋，没有这青筋就没有生命啊。我们一说这个。 文学大师哈、啊、都在写这个描述啊，文学描述这些角，这些角都是健康的。你看这个汪曾祺写的这个脚印儿啊，这个金庸先生描写的阿紫的这脚都是健康的脚。你知道中国人对脚的迷恋啊，至少1000多年的时间是不健康的，就是我们的3寸金莲。中国人在历史上对脚的迷恋是这个是个说不清楚的事儿啊，就是说他为什么把脚缠成一个这个残疾状呢？过去古人认为美不美全在这脚上，所以有这赛脚会，每年一度啊。最有名的是大同，山西大同的赛脚会，今天没了啊。那女的拿出来让你看，越小越好，3寸金莲就这么大。那么，恋足癖啊，这个从一般的文人，从帝王啊，都是从宋以后、五代以后开始有的。但是有人认为唐代开始就有了，所以过去有一个歇后语叫“臭婆娘的裹脚布”啊，又臭又长嘛。从哪儿开始把这个3寸金莲就定成了一个审美标准呢？就是南唐后主李煜啊。你看这个李煜呢，有一个妾啊，爱妾，她叫什么呢？叫咬娘。这咬这字儿今天根本就不用啊，一个血字儿，一个底下一个眼目的目啊。我估计啊，这就是个深眼窝的意思。这字儿啊，这字儿从字面上看，它像一个会意字，穴位嘛，穴抠啊，抠眼儿就抠眼儿，眼睛深眼窝啊。我想我们深眼窝的演员有谁呢？有那个。袁泉啊，袁泉的深眼窝在女演员里非常的这个啊有特点啊。你看我深眼窝吗？我这不深眼窝，但是深眼窝的人过去说鹰鼻耀眼啊，鹰鼻高鼻梁啊，鹰鼻子似的耀眼，抠着眼睛呢，炯炯有神。那么李煜啊，因为喜欢这个咬娘呢，就给他。造了个莲花台子，就我们的3寸金莲就这么来的，用这个各种宝物啊、丝带啊，就是把它装饰，然后把它脚缠起来啊。它本身啊，它这个脚呢就应该比较小，所以把它缠成了一种新月形，就是带弯的，让这个脚呢就站在这个莲花台上翩翩起舞，这就是3寸金莲的开端，慢慢。这种裹脚行为就流行开来了，宋代就完全已经定型，所以宋元明清啊这4朝将近1000年的时间，包括民国都在裹小脚。小时候满街都是裹小脚的人，到处都有。等我到年轻的时候，裹小脚的人就比较少见了哈。今天还有边远的山区啊。有些地方还能看到高龄的妇女是裹脚的。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看到一些女的呢叫解放脚。什么叫解放脚呢？就是裹着半截不裹了，所以那脚呢半大不小的，有点残疾又没那么厉害。这个把脚裹成那么小啊，它是有深层次的需求的。我们今天不去更深的去探讨啊。那么。他就是所有的文人都对这种小脚进行过赞美，过去的大文人都赞美。那么西方人怎么治理这脚呢？西方人就是发明高跟鞋呀，发明高跟鞋那个帝王叫路易14啊，我说的嘴干舌燥的。路易14啊，一开始发明高跟鞋的时候，他根本就不是为了美啊，他是为了让人穿这鞋啊走道困难，没那么便利。那么这个宫中的这个年轻貌美的宫女多呀，然后他就限制她，就是让她这个喜欢这个年轻貌美的宫女都是嫌生活单调嘛，总喜欢溜出去。那么路易14发现这种呢就生气怎么办呢？就让在鞋上做文章，让你穿高跟鞋啊，让你整治你，让你走不了。那么你这一穿上高跟鞋，这人就变得非常的挺拔，所以。高跟鞋这事儿呢，慢慢就流行了，宫女也能穿着它跳舞啊，干什么就变成了一个很自如的事儿。这点跟小脚一样，你千万不要以为那小脚啊行动不便啊。过去我的亲姨啊，我的大姨，我妈妈的姐姐的她的婆婆，那老太太，我小时候看那老太太坐车啊，永远晕，什么车都不得，公共汽车都不能坐，所以只能走道。那老太太那么小一小个儿，那么小的小脚，走道比我还快呢，啊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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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都那么高龄了，依然走道非常利索。所以这个事儿呢，并不是像您想象的，就是穿着高跟鞋走不快了，跑不快了。你看高跟鞋每年还有那种高跟鞋跑步比赛呢吧，对吧？这个掺着小脚，过去呢掺小脚的人，尽管走道很都能用脚后跟，但是能走得很快。你说三寸金莲实际上是跟那鞋之间有关联的，没有一个古人的审美啊，说足的时候说的是不带鞋的，它是得带着鞋。高跟鞋也是这样，你说你凭空一双脚，它没有鞋，它也跟高跟鞋也没什么关联。所以这个脚的表达，它跟配着的这个鞋有直接关系，但手就不需要。我们老说一个词儿叫手足之情啊，这个亲如手足啊，跟兄弟一样。这个清代啊，文学大家、美学家李渔说过一句话，说选人呢选足，每多窄金莲，观人观手，绝少纤玉指。他就是说得很清楚，说看人先看脚。当然他说的这是对女的说的，可不是看说男人啊。就选这女的要先看脚啊，然后要看手，就是看这两头。那么过去缠足呢，缠得好的足呢是细小的脚比较容易找，但是真正你要想找到好手就比较难。为什么？手是天生的，他没法去修理它。所以这手呢，就有人说是人的第二张脸啊，这个手伸出来，马上就知道这个人的地位。你比如过去为什么要看手相？那看手相的人怎么能知道你的前世今生啊？就是根据你这双手，就知道你处在社会中一个什么地位啊。手相我也会看，赶明儿有机会给你讲讲看相，这看相算命怎么来的。《诗经》中呢，这个他描写美人是什么？手一定搁在第一位。对不对？手如柔夷，抚如凝脂。你这个手柔软嘛，对吧？这个皮肤凝脂啊，凝脂，因为我们今天很少熬猪油，凝脂就是凉了的猪油嘛。就是你看他从这手完了以后说皮肤，说完皮肤呢，说牙齿。他说的这个就是按照顺序来嘛。最后说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说的是一种灵动的状态。诗歌最好的就是这种状态，就是先描写客观的，再描写主观的感受。我们过去古人啊，突破这个过去古人为了突出这个手的美哈，那么他就发明了这种手上的佩戴物戒指。戒指最初叫指约，就是在这个指头上有一个约，是约束嘛，约束它就是有一个环卡着。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就有了呢？这个据说啊，在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墓葬中就已经出土了。这个戒指呢，至少汉代以后就非常的流行了啊，只不过名称很多啊，指约还有叫什么，我现在都记不住了。我们因为现在就叫戒指，那这个戒呢，肯定是生活中的这个戒律，嗯。戒指戴在哪儿是有讲究的啊，但是这个戴戒指的今天的讲究大部分是西方传来的，但是镯和臂串啊，臂串呢是不一样的啊。我们可以先看看，我给你拿一个东西，你们看看，先看看这个镯啊，镯呢，这个很小的镯，是一个小女孩的，应该是纯金的。古代的纯金跟今天比较起来，它没那么纯。今天一说就是24K， 这个我估计90%几吧，很重啊，这一个很重。这是双龙头啊，双龙头。早期的经常是单面的，这是双面对着的。这种呢，这是大约是明代晚期的，或者是清代初年的，有个400年左右啊。这是一对金镯。那么镯子为什么要戴在这个部位上呢？你戴在这个部位上，因为它有一个灵动。你知道人对动换的东西非常容易注意，所以它很吸引你注意它的手，对不对？今天要什么呢？今天都是手表，手表。你看它这个龙头啊，这个龙头，你从正面看的时候，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呢，这个龙头还是孔武有力的，侧面呢能看到它的双龙这种对着的这种感觉，呢就是很奇妙。我不敢掰它啊，这东西因为老了，这个按理说黄金都是比较柔软的，但是我怕万一掰伤了就不好。那么手呢是这样啊，手你比较修长的人都是好看的啊，凡是这种修长的都比这种矮胖的相对来说都好看，所以手过于胖的人呢特别忌讳戴更多的首饰，我看有的人一出手，这手指上全是各种首饰，而且各种颜色混杂，各种高档首饰全在一起相冲，这种其实是不好的。根据自个儿的手型挑一两款首饰已经很不错了。如果你手上有一个戒指，再戴一个镯子，我觉得已经足够了。我们现在的人呢，特别注重的就是镯和这个戒指，为什么注重这个呢？是因为我们现在人基本上经常穿长袖衣，穿短袖衣的机会很少，穿无袖的现在倒是挺多的了。但是呢，我们已经形成了穿长袖衣的一种习俗，所以呢，对大臂的装饰几乎就没了，给忘却了。由于宋代以后啊，程朱理学的兴起呢，就是这个妇女啊要注重自个儿的仪表，所以不能经常的随便露肉，你知道。上臂比下臂吸引人，尤其女性，女性的上臂是有极强诱惑的，下臂的诱惑是低的。所以衣服呢穿上以后啊，我说过长袖比短袖这个性感，就这个意思，因为你看不见，它就可以去想象。所以过去的女子啊，女子稍微富态一点的，现在是当然讲究骨感，讲究这个减肥。过去的这个，你们俩不会打架吧？啊，你看他这个样子，一副不友好的样子。哎呦，还行，还行，行了啊，表现要好一点啊，不要搅了我们的局。这个女子啊，女子的过去有身份、有地位的人呢，都应该有一点这个脂肪，要胖一点。为什么？身体好。过去说，哎呦，牛胖了是一个这个对人家是一个恭维啊。今天你要说一牛胖了，基本上是对对方一挖苦。所以我特别愿意人见我说你又瘦了，其实我没瘦，我就衣服瘦了。那么上臂的好处，我们可以让你们看一看，看下一件文物你就知道这上臂有什么好处。上臂在这个越远古越装饰上臂啊，我们看看上臂的装饰。我拿一个东西看，本来想拿一个纯金的，再拿一纯金的就恶俗了，所以我给你拿一个少数民族的。这是一个臂串，这个我能戴啊，因为我这胳膊不算太粗，我能戴啊。看看，我要是施瓦辛格我就戴不进去了。让你们感觉一下，这是广西啊、云南那边的少数民族。这是一个双头蛇，这蛇还是个毒蛇，三角头嘛，蝮蛇才是三角头嘛。这东西啊，戴的时候我自个儿有一个感觉啊，因为我这还有点肌肉，我不是骨瘦如柴啊，所以这东西能挂在这个肉上，它有弹性，挂住了。你们感觉怎么样？你们感觉是不是很神奇？在我身上一点都不好。如果是个女的啊，如果她有圆润的这个上臂，戴上去以后非常吸引人。这个蛇身是可以这个调节的。那么这种双头的蛇啊，属蛇的人真应该买一个啊。这种臂串有很多种啊，这种是野性十足的。你们注意看啊。很多佛像，你注意看藏传佛教的佛像呢，小乘佛教的佛像呢，有很多都带有臂串。那么比较多的臂串呢，是呈罗圈状的，就像弹簧似的，这一大嘟噜全是。这种呢，我们博物馆里有展品啊，今天没拿出来，是因为这个镯子是纯金的，你再拿个纯金的，有点炫富的嫌疑。那么你可以到博物馆里去看那个臂串，那个臂串的，就是非常神奇，是。弹簧状的，装在上面，你可以想见它有多么诱惑人。我们的审美啊，从人到物呢，都是不停的转换的。在唐以前，上臂的装饰非常的讲究啊，对上臂比对下臂重视啊，男的戴个手表，女的戴个手镯啊，要不然就戴几个珠串啊，天天的一嘟噜珠串。所以呢。这个今天的人就已经把我们古老的一个装饰传统给忘了。将来我们恢复啊，我们做一些这种大家可以买的这种比如比较便宜的，你比如金银饰不是很贵，因为买来以后呢，可以自己装饰一下，感受一下古人之美。我们这个手啊，手是这样啊，手的保养，这个其实也不需要保养。我这手天生丽质啊，你看啥毛病没有？我到这岁数手上不长任何东西。有人到岁数大了就去长老年斑什么的，也许我还没到老年。就是手的保养啊，手的这个保养呢，当然说要这个什么擦油啊什么之类的，我也从来不擦油，也想不起擦油这事儿哈。它就是很多人是天生的，但是有一点，如果你有重的体力劳动啊，室外更多，那你手很难保护的很好。古人过去说啊，这个男子手如棉呐，就是男子手是软的，女子手如柴，女的不能手上一嘟噜肉啊，这都叫无财便有财，就是说你肯定要发财。那么手呢有纹理，手心的这种纹理啊，是你终身的，你生下来就这样啊。过去的人为什么要看你手相呢？就是拿你这手相跟你说事儿啊。手相呢，这个我也会看，有机会给你讲讲怎么看手相啊。要不然就是看面相，看面相。那面相和手相有点不一样的啊。手相是终身不变，你生下来就这样，你的指纹不会变吧？这个掌纹也不会变。但你脸的面目会变，所以有一句话就是说嘛，40岁以前你的面相是爹妈的，40岁以后你的面相就是你自己的，你的修行。这个脸相有什么？这个脸相能有什么作用呢？我告诉你，这个看脸啊，今天不是说是一看脸的时代吗？其实不是，今天是个看脸的时代，过去就是。我们家啊。过去那胡同口啊，一到夏天啊，就卖西瓜。西瓜的那时候，过去夏天西瓜都是在路边卖，堆一西瓜山。然后一老头，白胡子啊，长得特斯文，然后负责挑瓜。你说大爷给挑一瓜，这大爷梆梆梆梆梆梆，哎，挑一瓜给你，一上秤一腰，你特高兴，你交了钱就走了。因为在我们家胡同口啊，我就跟老头没事闲着聊天啊，我说大爷，您这挑瓜技术能教给我吗？大爷说我没技术。我说您怎么没技术？您不是天天给这个挑瓜嘛，这大爷说啊，我啊就是长得像有技术的人，就我这脸就适合来挑瓜，因为人家不信这个瓜摊的这小伙子的，小伙子怎么挑他都不信，他信这大爷。他为什么信大爷呢？大爷有年纪，长得仙风道骨啊，一脸诚实之相，所以大家就认为这大爷理所应当的就会挑瓜啊，就是卖的就是这张脸。然后大爷尝了以后呢，也练出了一个挑瓜绝技。你说他不会挑吧？他会。最后他告诉我了，他说这技术其实挺简单的。小伙子，我告诉你，这瓜怎么挑啊？你知道瓜怎么挑吗？他说瓜就这么挑，就说你拍拍啊，第一个瓜一定不要给客人，再拍第二个一定不要给客人，拍第三个时候就拿起来给客人就行了。至于这瓜什么声怎么回事你都不用管，你就永远拿第三个瓜给客人，客人就高兴。如果你第一个瓜拍拍说就这就行了，他肯定说你怎么不给我认真挑一个？哎，不行，一定拍第三个。所以他就是看脸吃饭。过去坏人坏相，好人好相，对不对？这个长相在今天呢，有很多地方是颠覆的，跟这个过去的认知不一样。过去好人就长得好，坏人就长得坏。所以在过去，在观众心目中，每个人的长相决定了他演什么。我说过，长得帅的人肯定说不成相声，长相声啊，你注意看这相声演员，凡是有巨大成就的，一定长得不行啊。你看我们的小岳岳长那样，那每个女的都说想捏他腮帮子去啊，他就长成那样，很可笑。我们这个东西方之间啊，这个在审美上有很多差异，它是由于我们的文化积累和我们的先天条件决定的。比如我们认为男子怎样是美的，女子怎样是美的，跟西方是有差距的啊。你比如中国人都认为鼻梁子高，是吧？鼻梁子高，男性的这鼻梁子一定要高，是吧？这个鼻子要这个高鼻梁好看啊。